手游酷玩。沙丘飞球是一款卡通类的这个弹球类游戏啊，我们需要把这个球飞到这个屏幕上端的横线之上，从而能加分。在咱们在山坡顶端按住屏幕，这个球就会向下使劲冲，然后再腾空飞起。一定不要在这个空中迅速按下呀，如果你按得准可以，如果你按不准，迅速砸下来，砸到这个上坡上或者砸到中间，这个球就是摔碎了，任务就失败了。加速飞跃，如果在空中直接下来的话，可能就会失败掉。喜欢看咱们视频的朋友们，请关注手游酷玩。就是加速向上飞，一定不要着急啊！着急的话，基本上就能玩一会儿就死掉了。找准机会下手才是硬道理。继续飞跃，尤其这个是卡通的沙丘，就是真是非常的卡通啊。哇，这飞得真高，找准机会冲上去。